来，这出的名叫做《彩梭小虾苗》，要移到这个生态缸里面去。开始，今天算我要开始收割啊！哦，恁唔知成功无？唔知啊，好来，因为这个我没有买虾网。来，搁较细。彩梭是好彩梭，最好是做歹翕的。那你一直先像蚊子，先把它彩梭起来。来，来看一看，哎、欸，一只，赵宇，无彩梭哦。啊对啊，一只，好。小虾苗，真歹翕呢，敢有走落去呢？无也无嘞。搁点水。伫个，好下水啦，出来啊，好，下水啦，换只，我们要从侧翼去抓那两只。哎、欸，来，一条小虾苗，来捕捉小虾苗，搁一只。哇、哦，一届一只咧抓，真慢呢，恩人，无看。有老板，我有看。对啊。伫内底啦，内底啦，紧张个。把它用着我的手啊啦，一只啦。有啦，我这套别人用着手，你敢用着手？搁走入去，处理啊，怎会巧去？处理啊吗？处理啊，哎、欸，哦，你别人提好，你一直用着我的手，足讨厌的呢。你一直这样，一直弄到我的手啊，你再吃，吼、哦，真不卫生呢。你拿那个植物要拿好啦。你那袂输个狗仔咧嘴手诶，敢想咧狗仔咧嘴手？卖在咧揪灯索啊！只，多一只。只你有看啊？狗仔惊咧揪灯索，处理啦。无，搁走出来。叫这虾啊，这狗来这忙啊。处理啦，嘿啦。小虾苗啊，拍这小虾苗真正歹拍吼。抓几只大只过来。这两只大只好，抓迄抓迄只虾母，过去生小孩较有影。这虾母要抓的机无抓，下来。哦，一只啦。抓这龟生较紧呢。一只咱两只放了。如果安尼，伊甲水性虾交配，可能会变阁愈水哦。伊会产生新的纹路。会混种。对啊。啊，这孔雀鱼嘛大只，啊，这个，吃，来哦，真土鸡啊哦。这荷花先给杀起来，先拿烂碎这个先拿起来，好，先放着。来，靠腰老的娘嘞！
来，进来。好，搁一只，哇，这是公的还母的？嗯，彩梭小虾苗。好，这图是我要饲的，这要做的虾缸的。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后边，后边哪帮啊这？叫我特写只，这两只，哦，一家几啊只？啊，你啊弄着镜头，你镜好啊？你哪会交着电线？啊，有一只，再过一只。哎呦，真侪只哦！我看哦，来哦，先看一下，啥物叫做彩梭小虾苗？你有看无？这就是叫做彩梭小虾苗。好，两只。我。那真正生成功我也袂歹呢。安尼就使产生混种。对啊。混种所以就输。比比的虾缸啊，啊两只尔，出去。好，好 OK。我看我拍这微距的物件是够歹拍，但系不要紧，白龙学会为了挑战而拍，够有只。好，这一只镜头是遐贵啦，欠天呢啦，高嘞，安尼，然后把它赶下来。小宝宝，好厉害啊，够厉害，进来啦，又拐到一只啦，又拐到一只啦，等下迄只我另外搁拐起来。好，来，这一只，哦，这一只，来，再来，拜托，这么忙，给他私讯，这么给你私讯，我手机啊断线了，真正地难了。来，这个下面，这边。他头前的，再抓这两只，搁抓起来倒来用，吼、哦，抓这真啊真手真酸，搁较大一挂，较大嘞。啊，那个之前珍珠草我已经收割完了，这较大只，哎、欸，这较大，几啊只？几啊只？啊，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四只，哦，水，哦，水，这个真啊大丰收哎。大丰收，这出叫做迄个啥？虾缸大丰收，真赞哦！好 ，OK， 四只，安尼比比钓了四只呢。你一边送四只虾米？迄个啊。小虾苗。小虾苗啊，四只，嗯。哎，我这虾缸算培育成功啊！是啊，较注意，较袂家己水管拌用着。这个虾子很脆弱，啊，搁抓一泡好啦。赞成，搁抓一泡煞啊！我还搁来模拟点名嘞哦，来，武夷山的 J 三同学，还搁来 King 红同学、黄猫同学，吼、哦，黄猫，你把刀较好哇、啊，好，然后 Maggie 嘛起来哦，派大星嘛起来哦，好，来。司马江江江哥同学啊哥，姐夫不要我、哦、那个来哥来啊呵，哥来老娘同学，啊哥，干片女王刘丽君同学，哦哥两家水，真正完美，呵，来今天暂时点名到这边，
阿哥啥？我许志祥，头像一哥同学，阿哥广告一哥同学。哦，我广告一哥真正加支持甲，我足快乐的，你毋知？来，最后放两只虾，好，安尼大概收成就这样子了。尾后壁可能直接搁去捡一挂孕妇虾，把它下缸进去。好，来，虾子收割系列。